好，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。选中间两位女生有可能被拒绝，你自己回去。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。你的决定是？ 哦，我现在可以直接去了吗？你可以。好。哇！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由港荣春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——港荣春蛋糕，我们真的港荣春蛋糕好吃不上火。 好开心啊！